Lady Gaga 向来为人做事都是艺高人胆大，就连出香水都大胆过人的。这一支就是 Lady Gaga 准备在8月推出的香水了，望落就好像没什么特别，但是你眼前所见的黑色并不是真的颜色，是真的香水的颜色来的。这一支是全球第一支黑色的香水啊。香水公司那边就说这一支香水暴露在空气中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色的了。换句说话说，就算你喷了上身都不会变黑色，同埋他说喷上每个人的身上都会有不同的香味的。另外这支香水的广告刚刚就曝了光了，说明是黑色的香水，当然个广告都是会以黑白为题啦。戴住面罩的 Gaga 全裸咁样侧瞓喺个地下上面，尽显佢性感嘅身形线条。当你 zoom 近啲望嘅时候咧，原来系有20个小矮人趴咗喺 Gaga 嘅身上面噶。佢哋趴嘅位置啱啱好就帮 Gaga 遮住嗰三点。哇，咁样望落去，其实意识上都几大胆噶，搞到我好好奇，想闻下呢只香水究竟系咩味添。